骑马的人只要不赌，就一定会做老板。但是你没有赌钱，为什么也做不成老板？因为你赌感情。一个女人在她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三个很不相同的男人吧，都不是她期待之中的男人和情感，然后她在这里面寻找的是她自己情感的那个归宿。从一个很小一个女人的视角的切入点，看到一个整个时代的一个大的变迁的变化。马葛氏做成实际上是严歌苓自己推荐给我的，恰恰那时候我特别想找一个现实生活的题材，整个一部小说写的都是这个女人啊，而且这个女人在现实中间是有经历的一个女人，她对社会的观察，对男人的观察。她是一个在赌场里面的客户经理，就是她实际上不是直接赌的人，她也不是交给别人赌的人，她只是在这中间来服务于这些就是来玩的这些人的，就是管理他的这个筹码的这个一个工作。老板请看牌。不飞了。他遇到段凯文，中国式的企业家，到了澳门，到他那儿去，他去开心，或者是他去自我的消遣。他甚至认为他们之间的这种暧昧哈，他是不回避的，认为男人和这个世界和生活就是这样。别走啊，你在这儿我才有福气。他的情感只建立在段凯文到澳门之后，这种特殊的这种环境哈，才有可能是就他们之间的这样子的关系。我不当一回你的客户怎么了解你？志奇兰告诉他了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男人，他是一个雕塑家，特别朴实，和自然接触的很密切，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他的那个生活和工作环境里面所没有的，接触不到的，所以他会觉得很新鲜。他也去赌了，他也很痛心，他是竭尽全力是想要把他给解救出来。他从来没有让这些男人去碰过他儿子，他很知道就是说谁是他的客户，什么是他的生活，但是并没有解决他的儿子，他儿子赌博回来以后把他儿子所赢的钱一张一张烧掉。他说了一句特别特别像刀子一样的话，你真的是穷疯了。就每次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都特别疼，包括这一代人，就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人所做的现在做的这些疯狂的事情都是因为穷疯了。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就为了这场戏让我一定要把它拍出来。从99年到13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的一个大的变革时期，也是这个小说和这部片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很多内地人在澳门，在那一个澳门这样子的马葛这座城里面，实际上它像是一个反光镜，最丰富的反映了各个阶层的层面的人的就过往，是一个折射了整个这么十几年的经济变革哈。我们就在真实赌场里拍的呀，就我们并没有去装饰这个现实。采访很多人嘛，这个行业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那个就是潜在的规则呀，其实就是刘嘉玲演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是在真实生活中特别就存在的。赌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像都在白昼一样，在那个环境里面哈，所有整个世界和外界和社会都不存在了，你分辨不出来他们的职业，突然那个人性和所有东西都归零了，你是能看到他的灵魂的。其实人人内心都是有赌性的，在生活中对你自己的命运都是会有赌一把的心态的。我觉得要让人大家都很客观地看到这一点，不要去粉饰它。